看看半天的收获怎么样。大当家的老板娘让我告诉你，她要吃鱼了。整啊！这哎妈呀！哎呀妈呀！我这老骨头又扔这儿了。不能！今天就干这个泡子。记不记得前两天从那泡子捞的那个老头精？这里面有老多了啊！咱给它干干的，看里面有多少鱼。来干！我去！二当家的，开开关！来，好嘞。这边水流大了，好，你得放个半天的，等着吧。没有人能跟我说话，黄色野猫只有他知道。昨天晚上抽了一宿啊，我估计抽差不多了，咱现在去捡鱼去，走。那才下去一米多呀、不还得一天吗？我再一个整个辈儿，今天必须给干出来啊！来一个，今天我就不信了，就是敢爬。这就快抽干了，现在能看到鱼了，你看不见那家子，一小群一小群的，八排吧，吃不了的你拿去给卖它。来，你看那小群，我去，大老头子，小鲫鱼，还有那么多，有根的，小泥鳅，还这些。今天干啥呢？咱换装备去吧，下河吧。哎呀，下河吃啥去？走，走。二当家都不去啊？那是。慢慢慢，去去去，这那边呀。看不见那鱼的纹，皮都扑棱的。下网吧，咱俩去兜去说。哎呦呦呦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起呀！去我去！哎呦我去！摸着它了。哎呦，来了！哎呦，这呀，这玩意儿爆了，不会成鬼呢！你看看，哎呦，真的，人情牌，我都急不急眼了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操一个！行，干的干那些也行，行，大老头，看这大老头，哎呦我去，看，辛苦呀！真爽！一个盖来，这边啊，这边大家伙，这边啊，这边咱俩往叶上兜啊，这叶去。哎呦哎呦，我操这家！你扶着我走去。哎呦，我屁股大了啊！你这是啥啊？你干嘛？你们兜去了？你这么兜呢？我去！哎呦，别跑了！走，你我了！我去！哇，又来了！大家伙，来。完了，不了了！我去，就贴着边干，就头这么短，就干这些。哎呦，那大泥鳅他妈成精了！走走走走走，干他！干，让他跑了！我去！哎呦我操，这泥鳅精，红了！哎呦，我操，兜兜兜！别动啊，别动不动！我真有抖，哎呀，那抓了！啊、你把你的大泥鳅进去了吗？咱这个葫芦，你多大？来，上。大哥，大，继续捞来。怎么样？哎呦，我，两条鲫鱼，哎呦我去！喂，这把有大的了啊，已经进来了，看看去，推到岸上去。
保佑去。对，保佑没走。那就是你，他咋又上头？上头不少。陪，保佑。陪我一点。快过来陪，来。哎呦，照一脸，这够今晚吃的，绝对够了。最起码你能吃啊，小的不要，哎，小的不要，不要大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你得琢磨，这玩意儿才好的，这玩意儿炸一下那才香呢。等会儿回去那炸一盘，然后说，炸一盘喝点。我摸的，内蒙圈的，你哥也自己做的，哎呦，喝酒窝里了，饿了，干完这就回家吃饭。这有多少斤？这有30斤有。那这里还没抓完呢，咱连一半都没抓上。对。我去，看看半天的收获怎么样？